你知道火了上百年的全聚德烤鸭甜面酱是怎么做的吗？学会了再也不用出去买了。300克清水里加3勺生抽、2勺老抽、2勺蚝油、3勺白糖、30克面粉，搅拌至无颗粒状，倒入锅中煮开，不停地搅拌至粘稠状态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甜面酱蘸肉肉菜菜都好吃。哦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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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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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穿了雨裳，滴滴答答，三天三夜都还在那儿下。犹如我最爱的你呀，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。难道这份情就这样？